外蒙古是不是独立这个历史性的问题，在台湾的中国人争论得非常激烈。但是拿着蒙古护照来台湾学习中文的蒙古国人，他们的反应是外蒙古是他们的国家，外蒙古归属问题的争议只存在于台湾。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是停在台湾，别的地方这个问题没有，所以这个不是那么重要的对蒙古，因为中国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我们的独立，别的国家都是成为我们的独立，所以啊这个不是那么大问题，这个是台湾的政治的问题。一天我们想不到这个问题啊。这个我们很奇怪的那个，我们蒙古人都知道是蒙古是一个独立的，可是那个这个问题我们的完全不知道了。这两位从外表上看起来和国人差不多的蒙古人，他们是接受蒙藏委员会的安排来台湾学习中文。